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在这只小猴在优胜美地的最后一天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是优胜美地里头的红杉林区，眼前这一棵呢是非常壮观的世界椰之一，叫做望远镜世界椰。为什么叫做望远镜世界椰呢？我们请 Ranger Cleo 来为我们解释一下。它叫做望远镜世界椰呢，是因为从它里面啊可以看到最美丽的天空哦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进来一探究竟，大家跟着我一起进来。我们现在即将走到树洞里头哦。哇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亮亮的点？那个点就是天空哦，非常的壮观。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，有一些注意事项，请放映来提醒我们。你在观看的时候呢，不要被美景吸引，因为你很容易张嘴巴，像这样子啊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很多毛毛虫会从上面往降落伞哦。如果你啊的时候刚好会接住，好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四只小猴的主席，主席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？Hello， 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是这边红杉林区的那个世界椰掉下来的球果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做一个 ending 了。今天将近7万的那个旅程呢，就要在这边结束了。拜拜，拜拜。